斯达恩的各位教友们，大家好。那我是在国风国中服务林老师，然后那我是跟阮老师是同事，那有一些在因缘之下认识了你们的教会，那现在又在岁末年终的时候，啊，充满了浓浓的圣诞节的气氛，在这边就祝各位教友们圣诞节快乐。如果有什么要帮忙的话，我也愿意这个为这个教会付出。那也希望明年各位教友们的许的愿望都能够实现。圣诞节快乐！